这个是卷筒是干嘛的呀？什么东西啊？你买的不是你这样玩的，它是要用这个手电筒、照亮这个图上的幽灵，是这样玩的。就是把这个幽灵照上是吧？对对对。哦，看你玩一下。那我来挑战一下啊。这样对吧？对。哦。来，我来试一下。这样对吧？对。哎，中间这个空白的，就有一个空白的。这个在哪儿啊？这个这样，这不简单吗？简单是吧？那我给你来个蓝的，来，给你来个43关。43关是吧？来挑战一下。43关，来，先找双幽灵啊，先找双幽灵。哎，不对，错了，你的手电筒在这儿。哎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来，先找他们两个，把他们两个先拼上，然后这样。